九龙城41校网有很多热门学校，很多家长都想帮小朋友报读的。想参加大抽奖的话就一定要住在这一区。带各位家长看看有什么楼盘先。九龙城区唐楼就比较多，楼龄新的两房盘都很抢手。今次带大家看看位于九龙城狮子石道松林一个适合3至4人家庭居住的楼盘。单位位于中层，实用面积462尺，两房两厅间隔，8年楼龄，售价880万，尺价大概19000元，月租20000元。由客厅走出去，有一个景观开扬的露台，主人房空间足够，放置一张5尺双人床同埋衣柜。而房间的窗是对住客厅出面的露台噶，只要我打开房门，就可以做到对流通风。入屋右手边是另一间睡房，这里有一个足6尺长的窗台位，如果将它做埋床位的话，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放衣柜和书台的。厕所空间不算大，难得不是黑厕。厨房也都设备齐全，炉具、雪柜也都尚算新正。而附近交通都十分方便，附近有小巴到达九龙塘港铁站，也都有巴士直达各区。即将落成的沙中线送皇台站都是只隔一个街口站。我们就住价钱、景观、实用、配套、热门学校、交通为单位评分。最后提提大家，御豪门和豪门虽然都是在九龙城区，但他们就是属于43校网的，大家要留意了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有关校网楼盘资讯，可以去奥巴马网站。我们下一集会带大家去同区另一个楼盘。